MIPC Mac 启动了一项调查，内容是你为什么把 iPhone 换成 Android 手机，以及你为什么把 Android 手机换成 iPhone。 调查受众了2500名美国网民，时间为三天，最终结果如下图所示。可以看到两项调查的选项其实都是相同的，从上至下分别为更好的用户体验、更多功能、价格更便宜、更多应用、服务更好、软件升级更快以及其他。那么两个选择了完全相反消费行为的用户群都是如何选择的呢？从 iPhone 换成安卓手机的用户中，有 30% 的用户选择更好的用户体验，其次是 29% 选择了价格更便宜，略有点扎心，说白了就是变穷了。而从安卓阵营转投苹果 iPhone 的用户中，多达 47% 的人选择了更好的用户体验，相比其他选项占据绝对优势。还记得此前一个类似的国外数据调查显示，美国中高收入人群更偏爱苹果 iPhone， 而低收入人群则更多使用安卓手机，是因为安卓阵营有更多低端机型。那么你认同这种观点吗？